我带错纸头了，第一次验证失败。我拿了快递，哎，我换个鞋。哦，好冷啊，外面，我的天哪，冻死个人。昨天晚上吹一阵阵的妖风，然后我们都没有出去。我看到朋友圈发的说杭州下雪了，我刚才去拿快递，一丁点的雪都没看到，就是冷。虽然说出了点太阳，干巴巴的那种冷。拿了一个快递，刚才忍不住拆开了，是我们西瓜视频寄来的。你什么好东西啊？看一下，应该是新年礼物吧？不是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寄礼物给我们吗？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们西瓜的礼物送的是真及时啊！看，当当，西瓜视频，这每年的包装一年比一年好看，就是一年比一年显得更年轻。你是老人呐，还年轻？对，我在西瓜已经算是老人了，但是我这个人还不老呀。你先猜吧，猜是什么？如果猜对了，里面的东西送给你。我怎么猜得到？我先瞄一眼，感觉种类很齐全哎。简单干脆。3、2、1，当当。一个帽子。这是啥玩意儿？卡片，小卡片应该是。啊，这双袜子给你吧，帽子跟袜子给你，还有一双袜子，这里还有一份信，还有什么信？哦，不是，体检卡。体检卡，看一下，是我要去体检的吗？哎，这个衣服可以，还有个衣服，我先试穿一下，这是男款还是女款？还是女款？肯定男女同款啊，你试一下，看你能穿不 ？L 嘛，你肯定是不能穿的。那西瓜视频寄肯定是给我寄的呀。但是它这个是 L 码，你试一下，这个颜色好素啊，好大。哦，这我肯定穿不了，你试一下你能不能穿吧。那就给我吧。对，是加绒的吗？正好可以穿了。加个屁绒！我看了是圈圈绒的，我看一下。凭借这么几场带衣服的经验，圈圈绒就没绒了。这种就是叫圈圈绒。哦。圈圈棉，对，圈圈棉，说错了。那就给我了啊。你试一下看能不能穿哦。你把你的睡衣脱了，对，还有个帽子，哎，这帽子就是专门给你寄的，有点像那个啥，你试一下戴上这个帽子，穿那个衣服，看一下什么感觉。好，嗯，我去试啊。好，这你穿的有点大耶。还行吧，还挺合身的。你这有点像那个啥。你说这大冷天吧。得搞个羽绒服来穿一穿啊。你想的美，这卫衣的话一年四季都可以穿，就是想让你一年四季穿上西瓜 logo 的衣服。还有袜子，这袜子也送你吧，估计我也穿不了。袜子，一身的西瓜视频。哇，袜子上面都有吗？对，朋友们，你们看这一身像啥？老罗这一身像啥？像拍恐怖片那个连环杀手。连环杀手，我也觉得。你再戴一个黑色的口罩。什么？体检卡。看一下。嗯。亲爱的小妹小北，2020年已经进入尾声，感谢你在这一年中坚持创作，用作品点燃无数人对生活的好奇心。作为合作伙伴，西瓜视频奉上一张体检卡，提醒你关注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新的一年，我们用热爱和专业赢得更多共鸣和掌声。这一张体检卡是1800块钱的额度，应该就是说去医院体检，这张体检卡可以抵1800块钱吧？两张的话就是3800块钱。随便拿一个医院吗？对啊，我也在好奇，它使用说明是本体检卡使用有效期是12月1号到2021年的11月30号，也就是说差不多有一年。用手机扫描右侧二维码，注册并绑定卡号和密码进行预约，随便哪个医院都可以吗？你看一下。那这样的话，我可以拿这两张卡去做一下体检，看我这个身体亚健康状态，现在是亚健康在哪里？你一个人要用两张吗？一人一张吧，见者有份。你还是我？我来扫一下，看是不是都能够，任何医院都可以啊。还有一些贴纸，这拿来干嘛呢？哦，小清新啊，小孩子玩的。
宝藏作者，我是宝藏作者，我要把这个贴在我的衣服上。不，你是大威。哦，对，我是大威。嗯，还有老西瓜人了，我是老西瓜人了，这都符合我。M 在西瓜，还什么十万加一，哎呀，一百万加了，祖传原创，祖传原创，都符合我们。这什么？爆款盛产小宝贝。视频秒过神水。看西瓜视频，看视频吗？秒过神水，什么神水啊？不要忘情水吗？焦虑，禁止焦虑。嘿嘿，给你好看。大自然的内容生产工，现在差不多礼物就拆完了。帽子、衣服、袜子的话就送给老罗，因为我都穿不了。然后这个卡片我就留着了，毕竟我还是个小朋友。这个体检卡我到现在还没有摸明白。它到底是怎么用，是定点医院还是说随便哪个医院都可以？我觉得应该是定点医院。这个两张体检卡就我跟老罗一人一张吧，毕竟老罗现在年纪也大了，头发也快掉光了，对吧？检查一下能不能花这1800块钱去植个发，我觉得也挺好。挺好，你先弄清楚是不是每一家医院都可以。对，我等会来再细细的摸索一下。感谢我们西瓜视频每年都在这个时候给我们送上了这种暖心的小礼物，真的很贴心。小北呢也算是真的西瓜视频的老人了，应该有3年了吧。对，老罗跟小北两个人一起做这个号现在也经历了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了哈。嗯，到明年的4月15号就是4年了。3年、就是整整3年了，现在是2年多。嗯，时光荏苒啊，我还是个小姑娘啊，老罗已经成了小老头。是，最后呢，希望我们西瓜视频还有小美小北这个号，还有我们支持小北的所有的朋友们，都在新的一年都能够财源滚滚，身体啊，身体最重要，身体健康，财源滚滚，好吧，每天开心快乐。